香港其實得呢間學校先可以攞到個英國證書嘅。但我哋攞咗個證書，或者到時去移民啊，或者去外國開鋪頭都 OK 咁樣。呢個過程係非常之實用嘅。頭先阿 Michael 就講得好好啦，由最初嘅基本啦，去到專業嗰啲嘅步驟咧，佢都講得好清晰。我覺得好開心啊！咁首先就攞咗張證書啦，校長又教得好好啦。我覺得呢個過程其實就很有用嘅，你會學到很多可能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技巧啦，或者要注意的嘢啦，所以其實都很值得。